扰现在年轻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那就是今天到底吃什么？打开你的任意手机地图软件，比如说搜早餐，它出现的第一家店既不是离你最近的，也不是评分最高的，这说明什么？这是神的指引，这是手机地图的指引。那已经10:40都快到吃午饭的点了，看一眼。就这，上帝，你是想搞我吧？人生能重来，我想跟他说三个字，说三个字，少放盐。我觉得上帝一定是不懂中文，这么关键词就不要搜午餐了，搜 meal 好吧。Let's go， 这一顿肯定吃得好，上帝会心疼我的。今天开始我就是神的女儿。搞了半天，你告诉我是木鸡啊？这样一顿饭100块钱，再加上摄像姐姐点的这个冰淇淋，上帝大人，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妈妈，这肯定还可以。还有一个这个厚蛋烧，卖啥颜色？味噌汤的那个味道，100块钱，我心都在滴血。现在有点渴了，怪不得上帝都不懂我。我要搜一个我们中式的茶馆，一家出现的是这个香茶楼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说话呀！我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道菜师叫龟兔赛跑，小兔子真可爱，舍不得吃。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喜之郎果冻味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刚刚那个表情那么震惊？我点了一杯珍珠奶茶。没有珍珠，珍珠在哪？我真的有神，你一定是在搞我。刚才不管吃什么都可以，要不再等一下。怎么又是多子？我们走吧，看起来又冷气，又很贵，想进去。这好奇怪，印着名字的它不是第一。我也是服了。有没有什么黄瓜、花生米啊这种？花生米，花生米都吃不起，这小菜算什么？这个黄瓜68。这是我今天第二次。这个是黑松露素烧乳，哪个部分是黑松露？看见上面的黑点点了吗？这个是野菜。你能不能从头开始吃？你以为吃烧麦呢？给我一个豆腐心，跟我前两天点那个外卖一模一样。你觉得你今天听从神的旨意，幸运吗？我觉得我挺幸运，我的钱包到了大名，而且我的老师好听，去下厕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已经半个小时了，他为什么还不回来？月亮果然又逃班，明天上班不要让我逮到你。姓杨的明星，给我看一下。明星，你从头开始看一下吧。几个字啊？这个不讲的。这个不讲。杨超越。杨颖。我操！你把杨颖说了。杨迪。姓王的。王思聪。你搞一下。王思。王一博。王源。姓吴，不成，不成，我不敢想，我怕就是那个。我也说，我脑子很懵，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个名字。看什么？话筒挪开了，手机挪开了。来，毛巾拿下来。我不要。拿下来。我不要。你给我看一下。吴亦凡。吴亦凡。姓何金双吗？我以为是吴昕，我没敢说。姓金的，金子涵，金三顺。等一下，金三顺。05后告诉我们，你们是 QQ 党还是微信党？我一直是个忠实 QQ 党， QQ 太好用了，分组啊、传输文件啊、群功能啊，都比微信好用10000倍。那你现在用的什么？微信啊。由于我之前是坚定的 QQ 用户，所以我的 QQ 里埋藏着从2008年至今的黑历史。今天给你们忍痛读一下，你们先看一下我的主界面。如果我是安妮，你也做的熊吗？你看见过我的小熊吗？我现在已经尴尬的脸发麻了。日志的好吧，一个一个来。哦，我已经开始尴尬的举足都蜷缩了起来。我们就从最早的时候看起。好玩的测试只是个女孩，这是个什么测验呢？我们弹幕最后看见朋友评论，好玩，您抄我的，气死我了。测试还要做一遍。你有毛病啊！ A few inches later， 第一，我是典雅的小女神，请准备。准什么准？年轻的时候有肱二病，那样海豚色那样。对，闇の force ブラックビート。有小奶油六花那。不了，全部都傻掉，特别特别中二。三年16、17岁，那个时候喜欢我们的郭敬明老师，然后所以写的文章呢就有点那味儿。你看看我写的这个 title， 我们的念，我念不出来啊！我的年华不像。哎，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？任凭空虚沸腾。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就是觉得这句话这个很帅，点开看一眼。果然一点开，总觉得他们的生活有小时代的影子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也笑了。啊！
2015年。有一段你一定要看啊，七月不要跟我初恋在我的心上分手，我亲爱的笨蛋你们。啊公开出行了，受不了了。我们点开相册好吗？这是我妈带我去杭州的时候，真的好中二啊！你看这个 title， 杭州杠吴邪，一年后我们小。你们看看我画的素描，这是我们大学时候上素描课，我真的尽全力了。画那个圆柱体怎么长了个小尾巴？那个是阴影。给全天下的男生道歉。绿茶拍照哎。BGM 准备好。官方的回答他的废话。我看一下说说。补习班同学告诉我他是哪个同学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种？第二碗饭吃的略多了呢。你现在也是呢。四块鸡蛋饼加一包薯片加一碗意大利面还加一个什么？凉粉。什么凉粉？谁用满腹荒凉话？我实在是念不出来。喝口水冷静一下。谁用满腹荒凉话？我就一反话别用赖话。我中间开始看吧，我好像真的是我爸一样。我感觉自己好危险。今天我们就暂时翻到这个地方，小心过10万的话，还有其他的打更恐怖的黑历史，比如百度贴吧。泡泡这么可爱，但是一碰就碎了。没有啊，看不见呀。哎呀，好瞎呀！今天教你们做怎么样可以握住的泡泡，超级简单，只要在泡泡里面加入足量的白砂糖就行。开上了我9年的账。金凡人难哦，你真是个泡泡胶，好嫌弃啊，这下蛋机下蛋攻击，你看这个还是就是很坚韧的，做了一串吐槽，当它这只凝固的话就会越来越大，看见了没，超凝固的嘞，可以试试证明所有的泡泡机加入白砂糖之后都会变成这样，很难破灭的泡泡是吗？还买了个小泡泡机，还买了个小泡泡机，太过分了。我们先试一下不加白砂糖的效果，那我们再来试加白糖吧。泡面我要站到这里，因为泡泡估计只有一瞬间，所以麻烦你们帮我截个图，然后放在评论区吧。小公主，抱小公主，我抱小公主，我爸抱小公主，我爸不抱小公主，我爸又说他不爱抱小公主，我爸又说他妈妈并不爱抱小公主，我妈，什么东西啊？他爱抱小公主不行吗？ Two thousand years， 我爸爸又说他妈妈并不想抱想抱小公主，我妈妈。他妈妈并不想抱小公主，我妈妈的，这也行？哎，等一下，这凭什么不行？你们家也有啊？我哥，我给你吃够了，谢谢你救我。绿茶，喝绿茶。我喝绿茶，我爱喝绿茶。我不爱喝绿茶。我真的不爱喝不好绿茶。等一下，我真的不爱喝不好的浓绿茶。加了两个字，之前没有的。